啊，好漂亮，这是什么啊？听，但我好像在说些什么，是不是细腰飞鹏啊？是细腰飞鹏，就是黎公说的那种药，可以让人服药的人爱上自己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喜欢上自己，任何人也行，一定没错。可惜黎公不在了，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，真可怜。不行，我要出来拜祭黎公。小心！啊！那、啊、莫名其妙这战斗，三代有跟飞鹏跟细瑶打过吗？追风头戴。哦，武神。那武神变得好丑。miss。哎，啊！水又被封住，真的是，我们用全体招式补血的。我刚按那种水灵珠，哎，原来水灵珠可以用。我刚怎么触发的？哎，刚怎么用的啊？对的，因为他卡我风，那我可以用水了。好，那死定了。164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怎么没用？哦，水不行，是不是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！
我突然法术伤害不到他。被打败了，你们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你是谁？我是细瑶，也就是他们。世上并没有人让他人喜欢自己的药，那都是传言。否则我也不会这样了。别伤害我们好不好？细瑶、飞鹏，你们。他们都把我搞糊涂了。我是细瑶，原为神界护养神树的神，后来因犯天条而被贬斥，我的形体被剥夺，只留下精神继续在这神树的根系养护神树。好可怜，你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惩罚？我喜欢一个叫飞鹏的神，他被贬斥为人后，我私自摘取神树果实，塑造一个自己的替身下界陪伴他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不喜欢你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也没有勇气问他，总以为我们是神，还有数不清的日子可以相守，可我没想到我们会永世不能相见。所以你才会发出细摇飞鹏的声音。我的精神只残存这么一点点法术，如果偶尔一两只流落人间，如果恰好能被他看见听见，也许会发现这不是普通的游影，也许能蓦然想起前身，这样我就满足了。我们能帮你什么吗？要不要给飞鹏转世带个讯？千万不要，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他现在一定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有我地道的女子陪伴他，这样就足够了。他消失了，刚刚只不过是他的前身的影像。太可怜了，怎么可以让伤害自己的女人如此受苦？天不从人愿，有些事情是没办法勉强的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。为了喜欢的人，就算受再大的苦也甘愿。要是我一定很不甘心，我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无论如何也要在一起。被人这样深爱着，飞鹏转世那个人实在太幸福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伤害他们，
我还会告诉所有人这个故事，让所有人不要伤害他们。温姐姐，别伤心了，快走吧，星雪还在离蜀山等我们呢。嗯，好。不行，我们还不知道是如何打通地脉的，不能贸然行动。我身体状况可能等不到准备完全的那一天。那都是因为屡屡进入地脉，消耗太多功力，尤其是阳系地脉，妖类在其中活动，也成倍消耗法力，所以才要速战速决。到底是我们筹划多年的大事重要，还是那几个外人重要？到底我是你兄弟，还是那人才是你兄弟？都重要，都是兄弟。好，你有灵灵大法，占我的身体。那怎么行？那么你占有南光皇的更加适合你。不要说了，听着，以后你再说这样的话，不要怪我不拿你当朋友。有了兄弟还有什么朋友？你好好想想，我是为你好在提醒你，你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，不要让他功亏一篑。门，哼，偷听！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有人说你是故意的，你紧张什么？师长，你去哪里？让地方给你们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是故意偷听的。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你们别介意。我去找他，跟他解释一下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好吧。你的身体又不好了。没什么，我刚刚都听到你的身体又变差，是不是毒性的侵蚀加剧？那个魔尊大人要我们尽快解毒，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话的状况也不过是恢复原状，没什么可怕的，我自有主张，不必担心。我毒珠还没有炼成，再给我一点日子，我会加油的。别傻了，刚刚炼成五毒珠，如果过分使用灵力的话，不仅五毒珠不保，你自己也不能维持人形的。我知道，不过是要继续修炼几年罢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不能维持人形又怎么样？你的性命更重要啊！我的身体其实是尸体，即使解了毒，也还是残缺不全。现在我稍微有一点感觉，但毕竟还是不同常人。这样的身体有没有毒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至少也不会毒发，不会痛苦，也不会被人左右。你放心，没人能够左右我的，我也不需要同情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对不起，我想看你维持现在的样子，这么漂亮可爱，想看到你跟黄幸福的在一起。知道吗？星雪，对不起，我。你要说的我都了解，就什么都别说了吧，知道吗？嗯，我知道，对不起。食堂，哼。你和星雪要做什么大事？大家都是朋友，告诉我，我说不定也能帮上忙。你本来就该帮忙，因为这事跟你也有关系。哦，什么事？下月十五，你再来蜀山避之。不过那时地脉已经全部闭合，你来得了吗？没关系，我有法宝可以进来。你有什么法宝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，干嘛要给你看啊？弄坏了怎么办？哼。拽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是武灵轮吗？不是，是魔界的法宝。总之，三人自有妙计，你不必担心。那就好。那星雪的身体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让他占黄的身体？他本来没有身体，现在身体是一具尸体，
为防止尸体腐烂，是用毒控制。现在这尸体用了将近20年，已经不堪再用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再找一具尸体不行吗？不是随便什么尸体都能用的，更何况我与星玄都不会适用此法。那你又说可以用你或是黄的？那不同的，用生的身体是另外一种法术，只要意志力足够强，压过对方便可以。如果意志力不够，很容易被反噬。如果有人自愿奉献身体，则另当别论。星玄会用，但他不愿意用。那如果尸体坏了，心情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和他相同的状况，所以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别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哼，希望是这样。记住，下月十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有这份心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别这样说，你这样会更加难过的。别难过，你若只想为我做一点事，就不要这种表情。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最喜欢你的笑容。笑个让我看看吧，算是奖赏我。嗯，是轩哥哥啊，原来你们两个才是一对啊！哼，把我们支开，在这里谈情说爱。温姐姐，你不要开玩笑啦。我哥哥不是那样的，你不要误会。师堂怎么了？放心，他没事。刚刚新学员说做一件大事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方哥哥，不如你帮他算算。好，那本大仙的厉害。什么嘛？你们不是只会两心？那真的香吗？相心两心。这里没有屋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这什么话？本大仙的五行八卦艺术，看相算命风水，无一不精，无一不晓。来来来，请上眼瞧。破竹签做什么用的？孤陋寡闻，但是算卦用的啊。要我算算星玄兄这大事是什么人臣，是吉是凶？啊？怎么回事？都折断了。孟哥哥，一定是你最近功力大增。不知不觉手心眼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好久不算卦了。哎，真邪门，莫非大凶之道？没关系，咱们还有铜钱，我就不信我的功力能大到把铜钱也捏断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换成铜钱没问题的吧？臭铜钱，你可别跟我作对。我看看，阴，这个也是阴，阴没了，怎么不见了？在这里啦，掉到石头缝里了啊，拿不出来。算了，这拿不出来也不准了，真邪门。今天事事不顺，哼，我还有一招可以化煞算卦。王哥哥，我看算了吧，既然今天状况不好，就不要算了，这样子算出来也未必准。是啊，常言说卜者决疑，不疑不卜，这件事即使卦象不吉也是一定要做的，至于成与不成，无非是尽人事，听天命罢了。不行，太没面子了。这化煞算卦最简单了，你们学学。那、啊、就这样，随便你画。一共画六排，再两个两个连起来。如果是双数就是阳，如果最后一个就是阴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刚画好的都乱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真是大凶？不会的，不会。没关系，山洞中因为封闭经常出现旋风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在外层找不到最后一个地脉入口，难道是内层？我去找。今晚小心，切不可有所闪失，尤其是……我明白，我也善用空间法术让它隐形。怎么有麻烦？没事，最后一个地方打通，我们再见面恐怕就不容易了。大家不如多留一晚再走。你忘了，我们还有千眼魔梗，至少能再见一次。不管怎么说，旭儿还要。不是说不再提这事了吗？是，可是，不要说什么可是，听我的，知道吗？是，
千亿魔杆是魔界的秘宝，可以任意来往右键，不要轻易浪费，也许日后会有大用。南宫，啊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反正我跟师长约好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先不告诉你，够上十几天给你一个惊喜。别担心，时间太短了，我没把握。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喂，你们说什么千蘑菇啊？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就我一个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，回去好好念几年书再说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本姑娘还不稀罕。好了，我亲自下厨为大家煮点好吃的，如何？好，旭赫也来帮忙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来得巧，不如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刚刚煮好，快趁着吃吧。真好吃。怎么大家都不说话啊？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不好，要全身心去感受食物的美味才好啊。嗯，也对也对。不说了啦，吃饭吃饭。还要再添一些饭吗？不用的，旭赫饱了。你今天吃的好少哦，多吃一点啊，不要辜负心玄的一片心意。我旭赫吃不下。旭赫，你不要这样。对不起黄哥哥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就是忍不住，旭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别担心，下个月我们还会回来的，先别告诉心玄啊。他不知道旁边吗？讲那么大声。不是的，黄哥哥也不明白，旭儿，我看大家也累了，就早点休息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早就困了，大家也一样吧。文慧，在想心事啊？嘘，小声点，别吵到人家。坐。野蛮女又有心事可想吗？这个不像你哦。什么话？人家说，人家为什么就没有心事可想？你和旭儿都舍不得离开心选吧？你呢？我还好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好。看什么？我脸上有花吗？没什么，难得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哼，本姑娘只不过看你顺眼罢了，只是顺眼而已。你可别想太多，你给我规矩一点，否则我扁你。哦，我哥什么？是我从来都很规矩啊，蜀山上下最规矩的人就是我。可是规矩一点是哪一点啊？是不是代表其他方面可以不规矩呢？少废话，听我的就是规矩。听你的，水深火热啊！救命啊！难怪小旭那样伤心。如果我要离开你的话，一定会伤心的。不如让小旭留下来好不好？你觉得旭儿喜欢心雪吗？是啊，不然干嘛要哭？和朋友分别虽然很难过，但是你我都没有伤心到那种程度啊。那肯定是喜欢心雪。不如我们成全他们吧。要不要留下来，只有旭儿能够决定。旁人猜到多心都没有用。再说，你忘了白天和师长商量的事了吗？哦，对吼，以后还有机会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行了，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哎，大家呢？都到哪去了？昨天太晚睡，今天起不来，不会耽误正事吧？大家也真是的，也不知道叫我一声。
喂，大懒虫，不要碎碎念了，快出来吧！我来了。日上三竿还没起，咻咻咻！哎，还不是昨天有晚上缠着我，还有睡眠不足。什么缠着你？好难听！嫌难听就不要做啊！做什么做？不听不听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别担心，担心什么？不可以自卑，知道吗？嗯，虚儿知道。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？没什么，食堂来报，地脉入口在内层。感谢浩秋什么？浩秋订阅，感谢。地脉入口在内层，那里状况比较特殊，请大家务必听我调度，尽量避免多生事端。好，一切交给你了。公子，什么事？大王有请。等我送走朋友，稍后便去。大王说，请你带朋友一起去见大王。他怎自我动向？小人不知，请公子即刻去见大王。好吧。小人告退。是你父亲？内层不比外层。这里规矩严谨，没办法，请大家帮我勉强敷衍一下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奇奇怪怪的。哎，意思也说不清楚，大家少说话便是，更不要提起蜀山和地脉的事情。心炫，你也不要轻举妄动，知道吗？虚儿明白了。走。他的配音应该比较难配一点。今日辛苦了，怎么了？玄儿，你们来啊！父亲，李人辽日是玄儿的父亲。大家既然是玄儿的朋友，就把这里当作自己家，一切随意，不必拘泥。玄儿只有身体不佳。性格也孤僻，听说他交你们一群这样的朋友，我真替他高兴。你过奖了，先前帮我们不少忙呢。你是？我叫温慧，他叫南宫皇，他叫王鹏旭，我们大家都是新学的好朋友。温慧，有点面熟，让我想一想。父亲，哎，不想了。岁数大，早年间很多事情记不起，就是刚刚发生的事也会忘。老了，还是年轻好啊。父亲，他们虽有要事，要尽快回去，不如……不过是打通地脉，不争在一时，是不是啊？南宫皇。如果玄儿当年不死，现今也该和你一般模样。你说什么？他当年死了？不错，他还未满周岁的时候遭遇大病，身受重伤，我只可借用一具尸体将他移灵过去。这孩子从小是这样的身材模样，这几十年来受了不少苦，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父亲，玄儿。你不会怪父亲吧？因我当年的法力不够，只能出此下策。这十几年来，为父也在苦思利用生人身体移灵之法，也许传授于你。可惜这法术还有重大的隐忧未能解决。我已经习惯了，这样也很好。南宫，你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。你父亲姓什么名谁啊？我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。哦。可怜，父亲，什么事？天色已晚，我想他们还是赶紧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
不如在这里多待一段时日。他们一有要事，必须尽快返回，我们不便强留，还是下次再说吧。也好，既然天色已晚，你们就在这里留宿一晚，明日再走不迟。父亲，不必客气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好好聊聊吧。你怎么来的？我不放心，怎么还不走？哎，现在不是放你的时候，只能暂且敷衍。你那边没什么异常吧？还好，就是怕夜长梦多。这是最后一个晚上，再坚持一下，辛苦了。我们去那边说，不要吵醒他们。奇怪，新选和他老爹有说不出的别扭，是然后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新选说不要乱说乱动，还是四处转转看看吧，也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怎么还不睡？是不是不习惯啊？啊，还好。我们这里租用都很简陋，自然比不上蜀山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蜀山的？练习蕴含于内，正气充盈于外，一看便是蜀山的修为。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造诣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顾想，功底听唱还是其次。更重要的是蜀山上下都依靠你打通地脉恢复原状吧。那个自然，这个蜀山地脉之事托付到我头上，我自然要有始有终。哦，目前蜀山状况如何？状况当然很不好，时而下雨时而下雪，房子衣服都被死得斑斑驳驳，草木全部枯黄，水也不能饮用。不过剩下最后一条地脉，这是打通啊，打通之后一切便恢复原状了。不错，蜀山上下也是苦不堪言吧。你奇怪，他说话怎么怪怪的，听起来很不顺耳。这一闹老鼠，我要找出鼠洞来。老鼠在哪里啊？没什么。他刚刚施的什么法？怎么老鼠鼠动的，说话没头没脑，难怪他自己说什么事也都记不住，看来是有点糊涂。你怎么还不去睡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新玄不是说过不让你乱走吗？怎么不听？他要是发现你不在，会急死的。别太紧张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会迷路了。你懂什么？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你多逗留一分，便多留一分危险。可星玄的父亲诚心留宿，我们也不能半夜溜走啊。那他不给星玄面子的。哼，什么父亲？不过是名义上的罢了。啊？难怪星玄和我一样，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何止如此，根本就是你的亲哥哥。啊，难怪，我早就怀疑了。被告诉星玄是我说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。好，原来我的怀疑就是真的。快回去，别让他担心，别忘了我下月十五的约定。好，你呢？不去休息？我要隐蔽地脉入口，这一夜都要跟着捉迷藏，直到送走你们。啊，那辛苦你了。笨蛋，少废话，快走。原来哥没有死，新雪是我哥哥，可是他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不认我呢？还有师长把真相告诉我，却不让我跟哥挑明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种亲近的感觉，这血缘的关系啊，果然是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断的。师长是哥的忠心部下，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，我还是暂不挑明吧。就这样，哥身上的毒要想办法解，还有要怎么介绍他跟爹认识呢？不对，要先解毒，否则哥不能去人间。哎，脑子一团乱，虽然说自己危险，这件事回去再想也不迟。啊，你父亲对你似乎并不好。他其实不是我真正的父亲，
他毕竟那样活下来，也能你十几年。未必，也许他另有目的。其实当时我可能是被他杀死的。怎么会？我们之间的恩怨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他很可怕，你最好尽早离开这里。如果把身体毒解掉，你就可以来人间了。再等一些日子吧，也许只要半个月就好。你可以一定要等旭儿，旭儿一定会再来找你的。再说吧，我想要的不是解毒，不是好的身体，更不是去人间。我要的只要你能给我，但是你又不可能给我。对不起，玄哥哥，旭儿的心已经给了别人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勉强你的，只要你好我就放心了。你为什么对旭儿这么好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自从那天你第一次做我的食物，吃我做的食物，你的信任，你的称赞，让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在杀戮、复仇、友情之外，我又多拥有了一份温暖的柔情，这是你给我的。黄呢？他怎么不在了？啊，我不知道。该死，这档口万一不能出什么差错。对不起，旭儿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出去的。不怪你，万一……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我回来了。你到哪里去了？出去走走啊。没遇到什么人吗？没有。那好，快休息吧。好，你们看温姐姐这么吵也不会醒，真羡慕她，总能这样无忧无虑的。哎，各有因缘，羡慕人。我比较好奇那个辽日到底下了什么东西给南宫皇。快，辽日不在，快跟我来。他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山腹内。他每天在山腹部内，不知道做些什么。这中间会不会？我会想办法打探。现在不说这个时候，你们尽快进入地脉，在辽日载体的东会东面。好，你留在这里，有些小心。你们怎么那么慢？有什么异动吗？暂时感觉不出，快走吧。好。啊，就这样。好，开始走。到了。五毒煞，上天是我的好礼。我说什么？我明明是四个人，哪来的五毒煞？你眼睛瞎了吗？换他命来。只有十几岁吧，汁液一定很新鲜甜美。住口！小东西吓得你一言都说不出了，可怜啊，百岁后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而现在你只能增加我毒功的法宝了，有怨有怨命运吧。废话少说，来吧。你这样我没有食欲呢，还是恢复原状比较好。不要！咦，桃子，你是桃子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受死吧！诛仙变，在气达到最大上限可以用诛仙变变身，变身后不能使用特技道具，不能补攻攻击，现在限制威力大幅增强。
好像也 OK 啦，仙术变强是吧？1095，这攻击还可以吗？740，好，要死了。嗯，他死了吗？小心！只要一个陪葬，黄泉路上才不寂寞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中毒了？让我看看。小东西，有你在，你以为我会那么少用毒伤他吗？鲜血伤在哪里？你还好吧？谢谢。是肺被他的尾巴贯穿了，你不要紧吧？不好意思，花帮我疗伤好吗？好，要怎么做？在我对面坐好，和我双掌相抵。好，那内息随我内心流动。不对，别出声。心玄，你这样是在自杀，不行，你不能把法力权给我，你会死的。玄哥哥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啊，我怎样？你这条小命保住吧。那你这是要何必？让自己法力大损，你的命当然比我法力重要百倍啊！你如果是这样死了，本大仙只会太没面子，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呢？仿着我这身体也是千疮百孔，只有法力还算有用，不如一起给了你，做好过白白浪费。哥，你知道了，你早就知道，却不告诉我。唉，我不想要太多不舍。可是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心情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，父母双亡，兄长夭折，如今上天垂怜，仍有机会享受亲情，你竟然忍心瞒我。对不起，但是我认为这么做对你对大家都好。对不起，不是这样的。哥哥，你一定渴望亲情吧？不然你刚才不会这么做。我们是兄弟，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我们两个人分担啊。我不想你介入太多，不想你涉嫌。你是说父母之仇，爹娘到底是谁杀的？你知道对不对？不知。别骗我，你别想一个人去报仇，否则我恨你一辈子的。那你恨我一辈子，总好过让你丢掉性命。那你知道错人是谁对不对？不告诉我，不讲义气，还亲兄弟呢。王哥哥，别这样。亲兄弟相的应该高兴才是啊，有事情好商量嘛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。是啊，父母之仇本来就应该兄弟俩的齐心合力解决才是。这，你们觉不觉得有点热？是啊，有点奇怪，会不会是火地脉出了什么状况？最后一条地脉要打通了，你们还是快走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你怎么办？能回去吗？放心，市场已经有安排。你还没有告诉我仇人是谁，下次路人见面一定告诉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好，你们快出去吧，这里你是最后一条地脉的，快要大功告成了。哥保重，快走吧。
记住，一定要等我。好。诶，这里是？就这样，所有地方打通了，应该恢复原状才对啊，怎么？已经是大功告成，感觉到了吗？风水的流变完全不同了。在那里，哦，新出现的法阵，进去看看，我还没杀过瘾呢。暴力女，现在看上去大功告成，但是地脉封闭的同时出现新的法阵，旭儿觉得必有原因。王哥哥，不如我们进去看看，你说呢？有道理。万一还差那么一点没有大功告成，现在出去可就糗大。好，就当做探险吧。啊，还走啊？好，咱们快走。旭儿，你眼色很难看，是不是？不说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，免得你不舒服。谢谢黄哥哥。还来啊？盘古之心，看那是什么？天地处于混沌状态，有盘古生于其间，事是虚像，不是真的。清气上升为天，浊气降为地，应该是盘古的园林遗留下来的过往残存。精气神分化，伏羲神农女娲。灵力一闪，水火雷风土五灵，盘古之心，悬于天地之间，神树，生命之源。这似乎是开天辟地的创世过程。先有神而天地失衡，神不得交合繁衍；后有人兽而死生失衡，而生鬼。神之失道而生魔，人兽征伐。而生妖仙，无为圆满，混沌开而失衡死，过为废，心生必致混乱。这和蜀山前辈的留言差不多嘛，似乎都在说天人交感，六界平衡。天地处于混沌状态，有盘古生于其间。没意思，总不说这些话。心气上升为天，浊气沉降为地。这道理虽然简单，可真正看透的人不多。是啊，咱们十几年来就兢兢业业在经营蜀山，却没想到蜀山过于强大，会危及妖界，同时又危及蜀山本身。顾此而愚，虽然事情不同，道理却是相似。若妖念全无，蜀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？什么人？被鬼鬼祟祟的，快出来！我还以为他是盘古，吓死我了！想说盘古长那么丑。擅入者，啥？你是什么人？盘古园林守护。来吧，本姑娘不怕你，
人杀、妖杀、仙杀、鬼杀、魔杀、神杀、灭绝、空无、混沌。先偷。烛炉内丹。什么？还要召唤敌人？删了一个乾坤一指啊！然后都是好帅哇！直接把我干死一个人。有点强。给你最后一击。好险。他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盘古之心关闭了，这样地脉异变应该圆满解决了吧？出去看看就知道了，走吧。我，旭儿，你要回家是不是？那我就再见了，是吧？误会。什么？哦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明明就知道了，还这么说。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啊。只有你亲口告诉我们，我们才算知道。如果你不愿意说，我们就永远不知道。欢哥哥，你和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说说看。更像大人，给人很安全、很安心的感觉。哎，最近烦恼很多，似乎有些事等着本大仙去了解、去做决定。其实谁都想当无忧无虑的小孩子，但是人总有长大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逃避不是办法。要勇敢面对才行。旭儿愿意说，其实旭儿就是桃子。旭儿怕你们瞧不起，怎么会呢？我们是朋友啊！你这样想才瞧不起我们呢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旭儿的修为还很浅，在蜀山这种灵力充盈的地方，不能维持人形。没关系，怎么样子都无所谓啊！我会保护你的，留下来，这次别躲开。这次不行。旭儿要找个适当的地方修炼，旭儿已经承诺过别人了。那好吧，下个月十五我们要去离蜀山帮新选，你一定要来。好，王哥哥、温姐姐，再见。哎，这么快就变了？再见，要加油哦！圆满解决地脉迷宫，终于都解决了。我们可以不用再走迷宫啦！太棒了，明天结局，明天应该都是大剧情了哈。